今天就把这个赶上炸了。一树这样有两针，哦，一等奖，它一树两针，叶正奖一树两针，它也叶子上面记那个数字，叶的针这边你剪刀这样切，它里面有两条、三条的微血管，像那个吸管呢，它是空心的。它也也再去记那个共振片，就是你五寸，对呀。啊，平色平皮色，它的种类有很多。胸科的、身体的、各部位的组织，啊，这一颗刺松今年有做二次牙短叶瓦剪定于6月30号，啊，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叶子的状况它比较短，6月30到现在差不多100天左右，有这个望这个短叶瓦的二次牙剪定。啊，这个上礼拜前两天有经过线牙，把不要的牙已经输液，阿哥把那些老的叶子已经输液完成。那这么现在树的状况，这一棵本根树是三才在台面已经33年了。哦，那我请所长教师廖先生教会我帮他照顾了。啊，这一棵已经台面三年，也算老太龙中的树了。啊，这几年稍微活足。
各位学生出现出来参观，请大家呢站在无限的在场的我们的先生女士啊，请站在无限后面啊，不要超过无限，谢谢你们的合作，感谢感谢。好，现在老师呢已经慢慢的把戏吃一口，然后他的主要的是要出一点，还有最新的是做戏。坐下来，我待会儿大家看，数字的非常的啊，从上往下看，看到从正面的，它的数字会退步，还有呢，那个数字呢，所有的数字啊，有些我也能说看到。
这多狠啊！还是没看清楚。哈哈哈哈哈！把那个。把那个时间点。快点！我多了这么点。现在弄弄啥的话？